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比较特别的一天，因为今天我要介绍一间在苏埃部落的路边摊。地点在哪里呢？我会写在 description 那边，方便大家参考哟。这里的路边摊呢有很多选择，炸鱼、咖喱鸡、炸鸡全部都有。而且呢，我很推荐这一档的，我看到很多很多罗里佬来打包啊，来吃的，每一天都很多人。所以说呢，我就来试试看咯。其实我已经吃了很多次了的，它的饭的分量多，而且呢味道非常好吃，尤其是这个炒豆芽，这个哇，它的豆芽非常非常的好吃。一次呢就很想念我的格兰丹咖喱饭了，它的味道很香很香，尤其是它的炸鸡也是一样，每一档的炸鸡呢都是一样的味道的，很好吃。好，这个总共呢我用去8块钱，有2块炸鸡炒豆芽。好，打包好了，我们就上车去吃吧，最方便了，靠近我老公的工厂。OK， 刚刚好买回来了，就有2块鸡胸肉。鸡腿呢，老板娘讲说她买的鸡只是一条鸡罢了，一只鸡罢了，所以说鸡腿看 lucky。 OK 了，今天不 lucky 拿到鸡胸，鸡胸也 OK 了，我也是蛮喜欢的。 OK， 来看看就有这些咯，这些呢就有它的三巴，看到没有，它三巴芽菜，它的那个杂肉一点点，就这样8块钱。我看到罗里佬很多人很多人来买一下的哦，来一下我旁边这些啊，不懂看到没有，就是很多人很多人啊来排队买它的饭了。这些不多说啦，就来开始吃吧。我的早餐就这样简单。嗯，味道 OK 啦，所以比较喜欢辣的呢，很适合。嗯，它芽菜很好吃。哇，它三八真是有够辣。虽然它的店啊虽然很小不起眼啊，可是每个早上呢罗里佬非常非常的多。讲真的很好吃一下，虽然是在路边档啊，卫生那一方面呢就有一点点担心啦，可是呢我感觉它卫生还 OK 啦，还 OK 啦，不是至于100%好到哪里去，可是蛮算便宜啦，8块钱。OK， 终于吃饱了。这一档呢对我来讲 OK 啦，如果要比较便宜，因为他卖的是针对那些加罗里佬啊，那些做那些做那些要用力气的那些工的那些人啊，
最适合这档了，他们的分量很多，然后呢价钱呢也是 OK， 所以说这一档就比较多人来哦。如果谁有来这一边附近呢，可以来试试看这一档，可是呢要来早一点啦，7:30，他应该是卖到他东西完为止啦，哪一天卖完早卖完他就没有了咯。今天呢我就以为有鸡腿，可是来得太迟了，没有鸡腿吃。 OK， 好，今天我就介绍这个路边的这个罗里老爱吃的这个美食啦。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一个 like， 一个 share， 一个 subscribe 哦。下一集要介绍什么好吃的，还是要介绍什么好料呢？下一集再见哟。今天就去消化消化一下了。 OK， bye。